哎，我们去玩一下这个吧，剩余的时间我们去玩一下艾尔登之环吧。选三个职业。哦，有很多职业啊，有很多职业啊。选一个盗贼、关心者、预言家、武士、囚犯、密使，一贫如洗，有区别吗？选钉子裤的，一贫如洗怕是不行吧，兄弟。远程的会简单一点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挑战自己。讲道理，我们就选一贫如洗，好吧？选个 B， 然后名字随便取一个吧。好，起飞。左键是左刀，右键是右刀。哦，懂了。嗯，跳吧，没地方去了。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没有看懂啊。嗯，现在干啥？没地方去了呀，兄弟们。哦，走这边啊。哦，我操，这里还有暗道啊！我靠，上当了。啥子？哎呀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！我靠，皆知贵族后裔，翻滚！我得先知道他的攻击方式才行。他的攻击方式，我看一下，一刀，两刀，三刀。好，我懂了。行，我懂了，兄弟。他一般是攻击三刀的，三刀以后我就可以打他了。嗯。这个是必须要死的，真的假的？那万一如果把他打死了会怎么样呢？啊？哦，这有点强的呀，感觉。我必死的呀，兄弟们，你们第一次玩也很厉害嘛，你们肯定是看了其他主播或者去抖音看了，然后在这边指点。你可以指点我，但是你不要骂我好不好，因为你们第一次玩也可能也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哪有人第一次玩就是都是高手的，没有的。哇，我要打这个马了是吧？我靠，听说很难。不会吧？看他了。喝药啊，药怎么喝？药怎么喝？我靠，用 Q 锁定，二键喝药。上面有个储存点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有个，这里有个储存点是吧？Do you even comprehend? Oh yes, tarnished. Come to the lands. Of course, you. Unfortunately, without God, you are fake.
mistake kindness for frailty of heart, then perhaps a more physical lesson is in order. Die nameless, without cerebrum. 这么屌吗？能打他不？不能打是吧？这游戏有点难呀，兄弟，我靠！哎，为什么还打我呀？我没打他呀，我复活了没打他了呀，他为什么要打我呀？哦，这个 NPC 也是可以打的是吧？哎呀，别打了呀，兄弟！哎，我没有打你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呀，兄弟？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要把他引到这个大树守卫，让他跟大树守卫打，看行不行？我操！我操！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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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呀，兄弟，别打了！复活他，他就你复活他记仇，他要么重开，重开也太秀了吧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这他妈退款去了！我操！他妈的不让我玩啊！退款了，退款了！这他妈完了！